续要来看淘汰废弃物的消息。民雄乡某一间纸厂公司原先负责人为着要省钱，涉嫌甲磕头机工程行原先负责人等人，伫嘉义县溪口乡三叠溪堤防边的农地乱倒纸张污泥，超过20,000吨，被传唤到案。原先男子甲苏姓女会计坦承，但是原先男子否认犯案，检调将扩大侦办。嘉义市调查站接获民众检举，指嘉义县溪口乡三叠溪堤防边农地被人非法掩埋废弃物，曾由嘉义地检署指挥兵分七路搜索涉嫌非法掩埋废弃物的民雄某一间纸业公司等五处，传唤原姓、黄姓男子以及沙洲车司机、地主等人，估计非法获利将近100,000元。市调站昨下晡将涉案的原姓负责人、苏姓女会计以及黄姓负责人依法依上地检署侦办，将废弃物的淤泥交给不合法业者来处理后续作业方面这一部分的话，因为本案三名主要嫌疑人都坦诚不讳，而且跟检察官公示愿意配合环保局处理后续的废弃物清运以及处理，交给合法业者来处理，所以本署检察官在信任之后，一支10万块到30万元不等金额已交保。四月到七月，感谢负责人请用沙洲车，假日透早也则是拜五的暗头啊，将纸张污泥载到溪口乡柳沟堤防边来堆囤。黄姓男子疑似也自行招揽在该土地上倾倒建筑废弃物，初估面积大约6,000平方公尺，大约20,000公吨。检警相关单位会同管府环保局伫现场五位来采集点开挖，挖出上深5.2公尺、上浅2.8公尺的窟窿，挖掘出废土、废纸、污泥等进行采样，带回检验土地污染情形，并且追查是否掩埋有害废弃物。新闻新闻，中来新闻嘉义县蔡宏报道。